女人的嘴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。古语云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一个会说话的人总能给别人带去温暖，而一个会说话的女人则显得更有魅力。一个聪明的女人说话的层次直接决定了家庭的命运。在这六年的时间，家庭里的日常开销则全靠读博士的妻子的工资来维持。会说话的女人说话常怀慈悲之心，更容易交到朋友，家庭也会更和睦，福气贵气自然来。会说话的女人从不会说抱怨的话，因为她们知道抱怨是世界上最无意义的事，除了给自己心里添堵，给家庭带去负能量之外，没有任何作用。而不抱怨的女人却始终心向美好，拥抱快乐，自然也会离幸福越来越近，家庭也会越来越兴旺。